Hello everyone, Merry Christmas! Welcome, welcome, friends, families, brothers, sisters. It's so good to see you guys. Today is our special service. We're going to sing song and remember Jesus. Okay, it's alright. 请大家站起来, 今天是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了。 请把你们手机调成静音。今天是我们圣诞特别的聚会，再次欢迎大家，各位朋友、老朋友、新朋友，很开心看到你们。我们将会在这个时候，欢唱一些歌曲，然后也去纪念我们主耶稣。 I need to mute my own handphone. Yeah. Come and celebrate. Come on. 无比的爱我们，神儿子你爱我们，舍了生命，我们来欢呼，主持喜乐的真上帝，我们欢呼赞美，让我们来欢呼，来庆贺。 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大君王！欢呼来庆贺，大君王！我们来庆贺，无比的爱，我们来庆贺。 神儿子你爱我们，神的圣名，让我们来欢呼，主持喜乐无人的圣名，我们欢然向你献祭，高声欢呼赞美。让我们来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 欢呼来庆贺，大君王！让我们来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大君王！让我们来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哈利路亚！欢呼来。 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
让我们低头向我们父神祷告。我们敬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以我们儿女的名义来到这里呢向你祷告。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提早庆祝圣诞节。 虽然圣诞节被商家们营造成购物狂欢的日子，但今天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能够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我们主耶稣诞生的日子。神啊，虽然世人混淆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但是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诞生是为了拯救我们，只要世人愿意。 都可以寻求他，这个门永远是为他们打开的。是的，神，圣诞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多么重要，他的死亡也是更加重要。但愿世人都能明白耶稣基督的诞生与死亡的真正意义。感谢你今天，2019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丰盛的一年，也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感谢你今天。 2020即将结束，我要在这里称颂你，感谢你这一年来对我们的供应、慈爱、怜悯，而一切的挑战。感谢你今天，这一年我们JB教会不断的成长壮大，让添加了更多的兄弟姐妹。但愿2020年也一样，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壮大，供应我们的需求，怜悯我们。 给我们更多的慈爱与恩惠，用属灵恩惠灌溉我们，让我们满意出来。把这，我把这一切都交托在神你身上，把教会把接下来聚会也交托在神上，把2020年也交托在神你身上，愿你的继续带领着我们，看顾着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结出属灵的果子。神啊，感谢你，希望我们一切都能讨于你的喜悦。我感激你，爱你。 祷告奉你的子，我的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Amen. So good to see everybody. Where's mine? 是的，欢迎看见啊，高兴看见大家。 Amen. We are missing mine. What Pre-Merry Christmas to everyone. 在还没圣诞节之前呢，先要跟大家预先讲生日快乐。Okay, on the 25th, we will have all our different groups will have their own Christmas party, and so make sure you ask them, right, where you guys are celebrating. 然后呢，我们在25那一天呢，我们将每一个小组都有他们个别的圣诞节的庆祝，所以记得，如果是你们参与的话，问他们。 So, but for today,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pecial service for our Christmas service.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圣诞节呢，是为大家准备一个特别的节目。Again, we're gonna sing a lot today. Again, we're gonna sing a lot of Christmas carols.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唱很多很多圣诞歌曲。Oh, and later, if you brought a present, we're gonna have gift exchange. 然后呢，之后呢，还会有礼物交换。Okay, so that'll be fun, exciting, and hopefully, we don't know what gifts you get. 当然了，我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期待着，甚至期待着那份礼物。Okay, and during the service, we'll also have different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ll come up and read from the scriptures, the Bible, about the story of Christmas. 然后等一下呢，在聚会当中呢，有不同的弟兄姐妹会上前来为大家念各种各样关于到就是圣诞的意义。So hopefully with the Christmas carols and the scripture reading, we get a little bit more appreciation about why Jesus was born. 那我希望呢，这样子做呢，就是能够帮助到大家可以对圣诞有更加多一点的认识。Okay, but before we start our rejoicing together, we're gonna have our communion first. 在还没有庆祝之前呢，让我们先领用圣餐。So the communion is about the body of Christ that was broken for us on the cross, and the blood of Jesus that was shed for us on the cross for the forgiveness of our sins. 那圣餐呢，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Okay, so Carmen will pray for the bread and wine, and we're gonna have a time of communion. Amen. Amen.让我们来为饼和酒祷告，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父神，谢谢你今天父我们呢是在庆祝圣诞节。我们知道圣诞节是世界上的节日，来去纪念着我们有个救世主。我们知道我们救世主是来自耶稣，他的牺牲在十字架上付出的生命。所以我们这时刻当我们在领用着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的那个饼呢是代表着我们主的身体，那个酒呢是代表着耶稣的血，他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生命，而取代了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能够过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庆祝着就快乐的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一样的，同样的，能够抱着相同认真的态度来去怀念和纪念着耶稣他的牺牲和付出。所以当我们在拿起的饼和酒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拿着以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感激主，感激他的牺牲。这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